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早晨好。今天是12月3号，星期六，农历是10月29。现在介绍本台第一套节目，今天的节目内容：4点10分，简明新闻；4点15分，民乐独奏曲《怀念》，春天来了；4点45分，艾青的诗五首；5点新闻。5点10分，尼泊尔歌曲；5点20分，广播体操；5点30分，歌曲《祖国的西藏展翅飞》，海南姑娘；6点科学知识，介绍3种小型的家用电器：1电饭锅；2远红外烤箱；3电褥子。6点15分，世界各地。介绍苏联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6点29分，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少年儿童歌曲，我们的学校，咱们从小讲礼貌。7点15分，学习节目，先讲讲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界限。然后播送广播谈话，谈谈社会学。7点35分，人民子弟兵，介绍2位部队干部，一位是沈阳部队某师政委李光祥，另一位是离休干部沈正怀。7点55分，阅读和欣赏，介绍归有光的散文《向己宣志》。8点25分，外汇牌价。8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9点广播剧《二泉映月》。10点新闻和评论。10点15分广告。10点20分小喇叭，请曹灿叔叔接着讲小飞船的故事。10点40分轻音乐曲。杨柳青，思念愉快的人们。11点国际新闻。11点10分汉剧《三请樊梨花》选段。11点30分银幕上的歌声，故事片《大虎》插曲。11点45分预告节目。
11:50广告，12:00新闻，12:10各地人民广播电台编排的节目，12:30小说连续广播，长篇评书《三国演义》，13:00法治原地，介绍这几年我国立法工作的情况，13:20广告，13:30湖北省歌舞团演出的编钟乐舞实况录音选播，14:10介绍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鹿回头传奇》，15:00简明新闻，15:05广告，15:10故事《御旨一郎的死》，梅花大鼓端阳的心，15:30听众点播的音乐节目，16:00新闻，16:10小喇叭，请曹灿叔叔接着讲小飞船的故事，16:30昆曲《牡丹亭·游园》，16:50预告节目，17:00新闻，17:10根据日本歌曲改编的器乐曲，17:30星星火炬，请听广播剧《蘑菇的故事》，17:50广告，17:55晚间节目介绍，18:00新闻，18:15天气预报，18:20民族大家庭，播送一组用少数民族音乐素材编写的轻音乐节目，18:35广告，18:40人民子弟兵，介绍两位部队干部，一位是沈阳部队某师政委李光祥，另一位是离休干部沈正怀，19:00简明新闻，19:05民乐合奏曲，桑木扁担软溜溜，火把节之夜，19:20对农村广播，先播送通讯，题目是红柳精神，介绍宁夏国营暖泉农场畜牧师杨生龙，然后是农民信箱，回答有关耕地和宅基地的几个问题，19:50国际时事，20:00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20:30录音报道，夏纯、谢延宁介绍话剧《茶馆》访问日本演出情况，21:30河南坠子宝玉探病，相声《红楼百科》，22:30重播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23:00国际新闻，23:10体育节目，23:25独角戏，各派越剧，00:00新闻，00:10歌曲《青春的旋律》《创业者之歌》，00:30外国小提琴名曲，01:00国际新闻，01:10器乐曲，01:30乐曲歌唱祖国，播音结束。各位听众，刚才介绍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今天所要广播的内容，欢迎各位选择收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报告简明新闻。今年以来，我国包装工业不仅产值增长速度快，而且产品质量有了提高，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据统计，一月到十一月，包装工业已经完成产值9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预计全年产值将超过100亿元。占商品包装用量70%以上的主要包装材料，纸板和塑料的产量，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20%和30%。一些包装材料的质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2月6号星期二，农历11月13日，现在预告本台第一条节目，前天播音节目内容。5点10分播送广东音乐《醒狮》《玉笛谱翠》等。5点20分广播体操。5点30分播送湘剧选段。6点农村生活节目，播送两篇通讯：一，米酒飘香侗家乐；二，鲜花装点侗家春。6点20分每周一歌，播送男声独唱《马儿哟快快跑》。6点25分天气预报。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播送音乐节目。7点10分新闻和报刊摘要。7点25分广告。7点30分音乐知识与欣赏节目。8点业余科技英语广播讲座第二期。8点30分新闻和报刊摘要。8点45分广告。8点50分播送音乐节目。
9点，第一次播音结束。11点20分，开始起东方红预告节目。11点25分，播送轻音乐《五月的鲜花》。11点30分，大众经济。11点45分，播送京剧《英才抗婚》。12点报告新闻。12点10分，各地人民广播电台编排的节目。12点30分，每周一歌，播送男声组合《马儿要快快跑》。12点35分，广告。12点40分，湖南各地节目，播送通讯《永定镇漫记》。历代名人与湖南46，启蒙思想家韩四崇。13点天气预报。13点05分广告。13点15分第二次播音结束。17点20分开始起东方红预告节目。17点25分播送轻音乐。17点30分播送长篇评书《神州泪》第26讲。18点报告新闻。18点15分播送本台新编译的广播歌曲选播。18点30分湖南快讯。18点35分广告。18点40分科学科技节目。还有广播稿金刚旗科学小品变声技术生活顾问正在使用电视机的发展推进。9点全省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站联播节目。19点20分广告。19点30分播送男声小主唱李水耗子打锣歌。男女主唱葛白歌的。19点50分河南快讯。19点55分天气预报。20点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20点30分播送湘剧知识广播讲座第36讲，介绍优秀湘剧演员唐国华。21点30分业余日语广播讲座。22点重播全省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站联播节目。22点20分播送音乐节目《钢琴独奏》《吉祥曲》《渔夫弦歌》。小提琴独奏《花之歌》。22点30分湖南快讯。22点35分中曲播音结束。各位听众，本台第一套节目全天播音节目内容预告完了。